我今年就是刚大学毕业嘛，湘绣专业。这个作品呢，就全程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。从刚开始绣嘛，一共是9个星期，每天9个小时，差不多也就有567个小时。一个底背景可能用到了就有上万针。因为当时如果我用传统的针法来表现嘛，可能达不到我想要的那种效果，我就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针法，叫定定针，就是几针嘛叠在一起，由小变大，再用不同的颜色深浅去过渡，让它更生动，更有立体感，更有层次，最后出来的效果还是挺满意的。刺绣是一种很神奇的魔力吧，只要我拿起绣花针，我就觉得世界都安静下来了，就很治愈。